给大家分享一款腰椎按摩牵引器，从科学复位生理角度出发，融合传统老中医针灸原理，有效刺激身体不同穴位，加快恢复驼背矫正、腰酸背痛、腰疼腰突等一系列问题。在针灸面板上密布圆锥点，刺激腰背穴位，增强气血循环，中间柔软的 NBR 条贴合人体曲线放松脊椎，基础面板耐压耐用，久弯不折，顶部卡槽三档可调。在进行针灸理疗时，可以将针灸面板放在床上、沙发上。给大家分享一款腰椎按摩牵引器，从科学复位生理角度出发，融合传